终于等到佢啦，好抢手噶！你估系咩嚟嘅？就系期待已久啊！等我摆翻部 cam 先。OK， 好。Hello， 哇！你真系吓亲我啊！你做乜咁迟啊？我成个开箱 video 都拍完啦。我系冇迟到，我系准时嘅。不过今次咧，真系要赞一赞 Suki 小姐，因为佢终于冇迟到啦。你知唔知上咗几集咧，真系有观众投诉你啊？唔系啩？亲爱的观众应该系好明白我噶。算吧啦，你咁呢度做咩啫？嗱，因为咧，我就 order 咗一个期待已久嘅产品，今日终于等到佢啦！呢支咪就系之前拍过几次嘅消毒喷雾咯？系啊，呢个咧就系德国嘅 formula， made in Canada。你知唔知咧？呢一个产品咧，真系咧有一段时间系缺晒货噶，好多人都想买佢翻屋企啊！系啊，其实真系健康系无价噶嘛，所以都怪唔之咁多人去抢住佢。唔系，我自己有个习惯咧，就系出完街之后咧，一翻到屋企第一件事咧就系消毒下我嘅手袋啊、鞋啊，同埋好重要就系消毒件褛，因为冇可能咧就系你每一次出完街翻屋企就洗褛噶嘛。我咧就中意成个屋企都用佢咧清洁一次，咁就真系非常之安心又稳阵啦。你头先讲过佢嘅杀菌期有十日咁长，咁不如我哋做一个实验咧。咩实验先？就喺边度做实验先？上面有只石狮子，不如我哋上去嗰度啦。好啊，即刻去啦！哇！嗱，呢個位咧好似好污糟喎，不如就噴下呢度啊，好唔好啊？不如照下佢先咧，睇下佢真係有幾污糟。哇！大家見唔見到啲菌啊？真係好多菌喎，即刻噴下佢先啦。呢個俾你啊。好啊。嚟一好，之後就抹。咦？咁等我。等你抹完之後，我再即刻照一下佢先，睇下呢個效果。哇！真係乾淨咗好多。乾淨咗好多喎！哇，唔知十日之後咧，係唔係仲可以保持到呢個效果呢？因為咧頭先咪同大家講過話，呢支嘢個殺菌期係可以高達十日咁多噶。咁十日之後，我哋就再翻嚟睇下啦。Suki 啊！點解無啦啦喺呢度有兩隻石獅子嘅？嗱，我知道點解啊！咁其實呢兩隻石獅子咧，係1995年嘅時候咧，上海港務局送俾 Port of Vancouver 噶。喺1995年嘅時候，上海港務局將呢啲獅子送咗俾 Port of Vancouver， 以紀念佢哋嘅姊妹港口關係。一對巨大嘅石獅子，通常係一隻公一隻乸，成雙成對。雄性嘅獅子腳下踩住嘅獸球，代表住權力；而雌性嘅獅子腳下有一隻小獅子，代表住母儀天下。哇！真係乾淨咗好多，乾淨咗好多喎。十日之後咧，係唔係仲可以保持到呢個效果呢？ A thousand years later。thousand year 你个头啊，十日咋？嗱，十日之前咧，我哋就嚟到呢一度，用支消毒喷雾咧清洗过呢一个 area。佢嘅杀菌期系有十日咁长啊嘛，我哋即刻睇下系咪真系有咁神奇咧？快啲睇下系咪同十日之前照下先一样咁干净咧？哇，真系 keep 得住喎！真系可以 keep 十日咁多，好犀利啊！嗱，咁犀利，我决定咗啦。聽朝早一於掃貨，買幾支？冇錯啊！大家咧快啲去澳摩摩啦，因為佢除咗可以買到呢支消毒噴霧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防疫產品，有啲仲係成個 package 咁一齊賣，好抵噶！大家快啲去啦，唔好錯過啊！Hello， 大家好，我是 Becky 李碧琪，好开心又可以同加拿大的朋友见面啦。我记得对上一次应该已经是2018年啦，到而家咁，都好多谢各位朋友啦，同埋加拿大嘅传媒朋友都好关心我啦，亦都好一直有 keep 住 update， keep 住联络，咁所以我都好挂住大家，多谢你哋嘅关心。李碧琪对音乐嘅执着，其实喺佢未懂事之前已经根深蒂固。小个真的讲紧，就算连
學琴都未學的時候就已經將一柄 cassette 帶放入去部機度播，而那個播出嚟嘅就是一個有音樂的古仔，咁我就會好專心，好似俾部機咧攝咗入去，就擔住張凳仔踎喺嗰個機前面，就可以佢播幾耐咧，我就會坐幾耐。佢播完咧，我會再撳等佢重複播，播到咧屋企人聽到咧想嘔為止。最初屋企人都反對我做音樂啦，或者係做歌手嘅時候，其實我都好猛啦，好沮喪。不過當初其實佢咁反對我都唔係好意外嘅，因為細個嘅時候咧，而家好多小朋友出去譬如幼稚園啊，好大班小朋友一齊跳舞啊，咁咧就所有家長都會好興奮去揸住部機啊，由頭影到落尾啊，跟住然之後又send 俾好多唔同嘅朋友睇啊，我咧就全部以上嘅都冇啊，所以咧我通常都係自己一個人去比賽啦，自己參加啦，自己翻嚟啦，直至到我真係爭取咗好多都真係唔可以嘅時候，我就係好失望。雖然面對住屋企人嘅反對，但係仍然不斷參加比賽，亦都獲得好成績同唱片公司嘅合作機會。可惜当他正式踏上歌手路之后，却承受从未想过的挫败。我只是懂得在台上面表演，我赢了，我一直参加那么多的比赛和表演都是在台上。其实呢，我是不知道录音室呢应该怎样出声，所以到后来真的有唱片公司是跟我有一个紧密的合作去录歌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很挫败的。因为呢，原来你录音的时候用那些声音啊，出声的方法啊，用气啊，仔细度啊，哇，完全是另外一个 level， 我都不知道咯。所以我当初以为很巴闭呢，就是完全是因为无知。到你发觉越来越尽心的时候，你才越来越知道自己是有几渺小咯。后来当做一个即跟唱片公司录了几首歌之后，发觉即因为一些的公司的转换，所以呢就不能够继续那个 project， 那我都会觉得很伤心。亦都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更加觉得要装备自己啦，要练得好啲啦，唔系净系我喺识嘅范畴度，唔识嘅范畴都要更加好。多年嚟，李碧琪喺主持同演戏上都有好多作品推出，吸引观众嘅眼球。但系始终好事多磨，喺佢最爱嘅歌唱上发展，佢好似搁浅而停滞不前，所以亦都觉得系时候要转换跑道啦。一路由 TV 开始啦，就系由英文台的主持啦，跟住后来做谁家啦，跟住就开始拍正剧啦，然后又再参加星梦唱歌啊，跟住就到再做剧啊，到而家。其实真係好丰富，样样都好好玩，样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当然喺我心入面最喜欢亦都最会enjoy 的就是唱歌啦。自从我慢慢发现了这件事之后，我就更加知道任何时候我能够争取到机会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都会继续去做，哪怕他是教学生啊，定是录歌啊，定还是是台上唱歌表演啊，又还是是自己在家练习。Becky 是一个有自信有坚持的人，但是有时候要有自信都不是一件与生俱来的事。在我刚刚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因为不懂英文，所以我是突然间由平时上堂会积极发言的人，到后来来到这里，真的上堂的时候连老师讲什么我都听不明白。当时面对着一个这么大的环境冲击，令到我个人变得开始逐渐收埋自己。直到中学时期，我可能都是一个最不起眼，成日会匿埋在角落头的人。在其他人的眼中，我可能是一个很安静的女仔，可能翻学的时候就懂对着本书，放了学就立刻冲回屋企的一个人。直到后来我开始学跳舞，开始学校有表演，开始得到一些同学的赞赏，我先逐渐明白到，原来我在其他人的眼中并不是一个这么不受欢迎的人。直到中学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得到由全年级老师选出来的一个全年级最优秀女学生大奖，这个真是我真的想都没想过会有的奖。
因為我冇諗過一個咁安靜、咁沉默嘅一個女仔，原來亦都有佢自己一個發光點。原來喺學校亦都有俾人哋留意到，而且跟住之後我就參加咗後浪 DJ 訓練班，更加識咗好多一班新嘅朋友。之後發覺原來同人傾偈真係唔係一件咁困難嘅事。所以話自信心其實係可以建立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克服自己的自卑心理。只要你可以跨過呢一個心理難關，你就會發覺原來一切真係冇想象中咁難。一個人的自信心不應該建基於外表，由內心發出嚟的自信先至係最有魅力。不過細個嘅時候，我並唔係咁諗，反而覺得只要外表夠靚，其他人一定會中意啦。中学时期，我非常之自豪自己生得似唐诗咏，每一次有人咁样赞我，我都会好开心，就连自信心都会增加唔少啊！去到大学，体重无啦啦上升咗好多，原本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啊，直到有一个 Auntie 佢饮醉咗酒，开玩笑咁同我讲：你而家肥到连 A 课唐诗咏都不如。哇！听到呢一句说话，我简直系尴尬到想搵窿捐啊！所以我决定一定要减肥。我尝试过很多不健康的减肥方法，包括是不吃晚饭，或者是只是饮水当正餐，差点连减肥药都吃了。最后我很成功地瘦了下来，但我并不开心，反而觉得失落。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不单止是用错方法，就连观念都是错的。如果我们只是靠外表去吸引其他人的话，辛苦的只会是自己。所以注重外表的同时，我们都不可以忽略内在美。